ょう。现在这个时候会有人进来吗？现在应该是十一点多了，进来的应该都是夜猫子。大家好，我先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倩琳。你看我现在在穿着的是什么？我们的是 Alola Basic Top。现在我们在听着什么歌？我想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就这一段而已。OK，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Aurora Basic Top。其实我们礼拜天刚刚出的这个新产品，然后我基本上是我星期一才拿到我的货的，所以我星期一那个时候大概是11点半我开始穿。穿上去的时候就去吃完东西了，过后就觉得那时候两点多的时候啊，就开始觉得很累，就觉得哎，怎么我突然间会觉得这样累的，很想睡觉。这样子很想睡觉，我就看到有桌子，然后一个椅子，我就爬下去，我就睡着了。然后我真的是睡得很熟，我也不知道是。旁边有发生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今天就睡着了咯。那醒来的时候哎，又好像很精神这样子哦。然后过后第二天我回来的时候我就拿去洗，我就没有穿。 So the next day 的时候我就早上我是没有穿啊，因为穿红衣嘛，那时候是立春，一定要穿红红的，所以黑色的衣服我就没有穿咯。 So 回来的时候晚上我就开始穿到隔天我就穿着睡觉，所以我就觉得很好睡，就一觉睡到天亮，是没有梦，没有什么东西，然后是睡迟了。今天早上竟然睡迟了，就是睡到八点多的时候才起身，所以我孩子也去学校也迟到，所以我就觉得奇怪，怎么会这样子？所以今天我也是开始，我也是穿着啦，因为我想试一下穿着24个小时它会怎样。那我相信这一个类似它帮助我在调理我的身体，因为真的有时候我们在一直做工，在一直做工的时候啊，然后很忙碌的时候，我们都是一直去做，我们都很少给自己休息。所以当你在穿了我们的这个 Aurora Basic Top 的时候，它在帮助我们血液循环，帮我们在调理的时候有种种的反应，所以每一个人的穿的反应就不一样哦。所以今天的我就是这样子的搭配啦，就是一个吊带的衣服，然后再加上我们的这个 basic top。 其实我穿的是 extra small 来的， extra small， 我放远一点大家看到 extra small，其实还很宽松的，所以大家要知道自己是本身是什么 size 的话，你就量 measurement 量你的腰，你的胸部，男的就量你的 chest 哦，那你就知道你到底是什么 size 了。然后这一个我们的 Aurora Basic Top， 它跟我们的那一个 Aurora Pants 有什么不一样？它其实功能全部都一样，只是唯一不一样的是我们的 Cordancy。在我们的 Aurora Pants 它是 88.4， 在我们的 Aurora Basic Top 它是 89.6， 就是这一个 89.6， 大家看到吗？对，就是这一个。所以在穿的时候，是不是当我们在穿一般的布料它是这样子的，那你在穿我们的 Aurora Cordancy 的时候，是不是它就会促进血液循环？这一个就是在走血的时候，血液循环好的时候，它就是这样子的颜色的，这样子咯。所以在大家这一个 Cordancy 谁可以穿？其实每个人都可以穿，无论是你是小孩子、老人、中年人，就是孕妇也好，都可以穿，因为它就帮助血液循环了，只是穿一个衣服而已。然后你可以几时穿？基本上你可以穿24个小时，你可以运动的时候穿，你可以休闲的时候，好像今天我去走街的时候，我去找朋友的时候，吃饭的时候我也是可以穿，然后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它也是可以穿，它就可以很好的睡觉。然后它还可以帮助我们，就是当卫生衣，
卫生衣，就是当我们出去出国的时候，我们去冷的地方，我们就可以穿，然后它可以保温，就是因为它可以促进血液循环嘛。啊，不过它这个布料其实是很轻易耶，它很薄很轻易很舒服，然后你穿上去的时候基本上，我那天我记得我第一次穿的时候我去 aircon 的地方，然后我怕冷，所以平时我都会 spare 一个 jacket 这样子。所以当那时候我去到 我在那一边的时候，我基本上我没有穿到 jacket， 因为我觉得很保温，基本上都很舒服，都不需要是去搭到一个 jacket 这样子的。所以其实你穿了这一个我们的 Aurora Basic Top 这样抢手的一个我们的这一个 Cordancy 的上衣，是不是每一个人觉得哇上衣很舒服吗，很容易穿吗，到底它可以帮助到什么，你会穿了越来越开心哦。这一个其实我们的 clinical study 的时候有 study 到在日本那边，他讲可以帮助提升多巴胺，多巴胺其实就是开心的指数，就是我们的身体其实有一种 hormone 叫做多巴胺啊，就是你就是穿了这个，你就可以增加开心哦。还有什么东西？它还可以帮助新陈代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所以促进新陈代谢，一旦你新陈代谢好的话，有些人要穿衣服瘦身的话也是有，我们其实也是有，因为我们的 before launching 这个产品的时候，我们就有一批，就是我们的 RCCA 每一个人都有一间，就试穿，自己就把老鼠啦讲老师，然后其中有一个就是 Christine Chu 的，他穿了过后是不是他再加上他穿24个小时哦，他穿24个小时，然后他再加上喝我们的 Zangozo， 他喝 Zangozo 他是泡水喝，这样子下去大概一个月的时间啊，他整个人瘦到很美哦，他的身材啊真的是很好看，而且他的手臂这一边也是瘦了下来，因为很多人讲要瘦手臂很难，所以这一个也是其中一个咯，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还有帮助什么，帮助我们有氧。所以哦，当初你的血液循环好的话哦，在家买我们的裤子，在家买我们的衣服的话，它就帮助我们有氧，然后人会比较精神哦。所以一开始我相信它在调理反应，给我们在去调理疏通我们的血管那些的时候呢，在帮助我们去调养了。所以这一些调理反应的话是一个好的反应来的，继续穿，鼓励大家继续穿下去。OK， 所以还有什么东西提升我们的那一个体重管理的成就，所以要瘦身的人，还有另外一个他有讲减低体内的脂肪，所以体内的脂肪是不是你就可以代谢掉，他刚才有讲到促进新陈代谢吗，减低体内的脂肪吗，还有就是体重管理。所以穿有什么东西啦，在市场上有什么东西是只是穿衣服，只是穿裤子就可以轻轻松松的瘦身呢啊，所以这一个衣服其实是这么会很卖到这样畅销，其中一个原因也是因为穿宝嘛，穿下去那衣服很容易啊，连老人家我们年轻人都可以穿，然后最重要就是它帮助血液循环哦，帮助血液循环去到我们的大脑啊，血液循环真的很重要，如果血液循环不好的话，我们的身体就会出现很多状况，很多的营养，很多的氧气都不能输送到整身，我们的全身毒素就不能排除，所以基本上一旦我们的血液循环好的话，病痛就会自然而然就跟着少咯。嗯，所以这一些就是哦，我们在这一个有一些就是穿后感，我自己本身其实我觉得我穿后，我刚才我分享啊，我穿后的时候其实是特别累，所以就叫我休息。其实我在想起我在这个新年的时候，我都是一直做，一直忙，可能就办年货啦，然后家里的东西要处理一下，所以在这一个过程中，其实我休息的时间真的是很少啊，所以就是很少，然后。
在穿这个，我相信在穿着这个衣服的时候，他就是在调，帮我调理我的身体变得更好，就是这样子。所以在这边就鼓励大家多多穿，所以有什么疑问的话，大家可以私下 PM 我。所以我的 LINE 就到这一边， OK？ 有什么疑问的话就 PM， 或者是你们可以 Messenger 我， OK？ 我是倩玲， OK？ 大家晚安，拜拜。